锻炼身体是当代人保持身体健康的方式之一，在娱乐圈也有很多男明星为了保持身材的健硕进行锻炼。今天小编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健身照最好看的男星。第五名，李晨。没想到范冰冰喜欢的男人身材也这么好啊，以前只是觉得李晨人傻傻的，现在觉得李晨其实在娱乐圈混得蛮好的，要不然也不会在跑男中一直存在。第四名，黄晓明。在中餐馆中有很多人觉得黄晓明的身材不行，可是黄晓明也为了自己的身材不停地锻炼呢。第三名，杨洋。真想不到微微一笑很倾城中的肖奈大神脱了衣服那么有料啊，杨洋这样的身材真的是很赞呢。第二名，鹿晗。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鹿晗娘，可是鹿晗也有自己身材好看的一面呢。你们觉得鹿晗的健身照怎么样？第一名，吴京。战狼二票房达到了60亿，很多人都觉得吴京是最大的赢家，可是为了演好战狼二，吴京可是付出了很多，光健身就很努力，